今天教大家一个清肺润肺增强肺功能的一个手法，大伙可以在家里没事的时候经常做一下，早晚随时都可以做。这个对于现在的疫情来说，增强肺功能比吃什么药都管用。下面我给大伙演示一下这个手法，一共分三步。第一步，用右手的大拇指的指腹推左手的鱼际，大鱼际30次，力度要适中，然后交替左手推右手，轻轻地推，不要太使劲，因为肺主气，气主皮毛，所以说不要太使力，力度要适中，做30次。第二步，两手的大鱼际对齐，反复搓搓到透热，热度最好能透到两手的劳宫穴为最好，搓到透热次数不限。第三步，用右手抓住左手的大拇指，反复拧转，次数不限，以发热为主，力度不要大，交替用左手攥住右手的拇指，反复拧转到发热即可。这个手法就做完了，每天有时间反复做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